刚掉下来的东西他都捡走了吗？你们都捡到了吗？我扔。好好，你扔。我扔在前面了。好，来了。保护二的衣服，其他好像投射帽子。哦、这是他的吧？这应该是他的。武器我拿了，他们在使用那个厄运水晶。我拉、嗯，是我们在弄，我们在弄。OK， 失明喽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应该跟阶梯式的牛弹爬上来呀、啊。自私。脑鬼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脑鬼吗？快投，蓝队脑鬼，哇，他们也在弄了。嗯。最近很穷，还捡50。真的。我的天哪、啊！你们要有一条路安全的上来啊。嗯。箱子还蛮多钱的，可以看要不要做些什么事。好，是有人射箭，我射。哦，脑鬼，那是脑鬼。这都外星人，你不要介意吧。点原点原，那是我。爬了上去就好，爬了上去就好。能走就好，能走就好。哎、欸，我看到有霸气掉下来了，我怎么还听到说哦那个哦？哎，无夫。我们家要炸的虫很多、哦，嗯，哎、欸，他是想飞来打我啊？没有，那是我们的、啊，我们的。哎、欸，你们有钱的要不要直接扑过来？我们这边扑到蛮前面了。你吗？我现在过去啊，我现在过去了。陨月也来了。哎呦，我掉下去了，我的。哎，不然。哎，不是，我死了，他喷出来，所以死掉会那个。对。哎，中央出现一个人僵尸。这会干嘛？晋级的巨人攻击打他会怎样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巨人呢、欸？打他会怎样吗？不会，你会一定会被打死，你不要去弄他。真的假的？好，先守好自己。我想看了，可恶。没有，就是就、啊、哇，我被射死了！哎、欸，他们攻太痛了啦。他们一定强四或强五的、啊那個。那个我们的桥上面有刚刚的东西。我已经没有石头了。我们剩下的钱，我500颗垫脚石。我们剩下的钱一定要想办法，就是留着，等一下买 TNT， 不是拿手榴弹去炸。我是我啦，我在打架哎、欸。怎么了啊？还有垫脚石？你猜猜？为什么要杀我？没钱了。啊！你们看到他跟我发起求婚，然后又把我杀了。这种男人。好痛，他们好痛。早事做，早事做，赚钱附魔。哎呦，掉下来啊！又死了。你蹲在那里绕圈圈，没办法改变什么。那我来叠装备好了。好，叠装备不错。啊，我把钱存进去了。嗯。哇，上面好空啊！空啊，国王上空。啊？什么上空？你自己说国王上面很空的、欸。他们在炸了、喔。嗯哼，我都在垫怪路了。哦，那这个已经弄那么久，可以铺个好的路上去。我在弄那个环状阶梯。哇，他们在哪里丢啊？他说直接从对面丢过来哦、喔。对、啊。这么远？没有啊，下面小雨，小雨在下面啊。有发光也可以再用一下哦。你打一个没装备的用无敌，这样对吗？小雨这样对吗？我来咯。哎呀，躲藏也可以射到啊！我只是想捡我的石头。小雨，我来咯。哎呀，好痛啊！射下去半条血。他们对啊，他的伤害太高了，很小。哇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想要去弄他们的那个虫，但是他们的弓箭手太强。对，太凶了，你可以再等一下。每次不知道到底得要谁。嗯。而且我刚中毒国王，国王完全没扣血，这样正常吗？啊，我都没丢到他们，我太烂了，我不会投。两次国王啊，然后他完全是满血的、欸。啊？为什么？啊、有那种技能啊、喔，中毒技能。就咆哮啊，恶心加中毒啊。他在跑酷啊。啊，那中毒很少啊，他可能又。啊！我掉下去！你在打架，怎么有打架声音？下面。小雨死了，小雨死了。是要说，有事要说。我的肉，你的肉在这，没关系。有人从上面来了。中间发财树苗，我们现在很穷，看要不要去拼一波。可以啊，中间还有巨人哦。一拳。啊，中间。中间发财树苗。
上面在轰炸，小心！巨人还在。我抢得到吗？发财发财！哎、欸，那是繁星吗？我啊。你抢到吗？哇！我掉下去了。我抢不到，可是。我有点尴尬。去吗？对，那我回来哟。Q， 干烂技能。我瞬移，我们先要有功。我瞬移到中间来。哇！拿到四秒，瞬移到中间来。哇！我的天啊！中间。哦，我走了，我来了。偷袭他们剑。我来了。我们还是需要铺路啊，我们这样炸不到虫虫。现在想炸虫那边必须要两个人一队啦，一个人过去根本没办法。对。所以你现在，你现在在前面了吗？我在前面。好好，那我去。是没有发光的话，也可以隐形炸杰克。有人有垫脚石吗？那箱子里有，箱子里有。保险箱有三组。你再跟他，小心那个。楼上。好，我们开炸了，开炸喽！我给你炸。我拿了啦。好嘛。他还在炸，不行，他还在炸。要炸路了。先把他弄下去。对啊，有没有？好，我来叠。哇，射掉了。算我什么都没带。有没有强力或击退的都可以。有，我在叠了。身上不要炸弹哦，你们还没扑到。还在射我。帮你挡！哎，苦一发，小心。哇！死去。啊！哎呀！我再去拿垫脚石。再等一下。炸他们！我在炸他们了。我们垫脚石还够吗？还是要再挖一下？还够，可是可能我觉得。可以有一个人可以去挖一下吧。好，那我去挖一下。哇呜耶！你是摔倒？你是不是掉下去了？无敌，我无敌，我故意去打他。走个路而已。可是我武器不够。哇，他武器也击退太远了吧？说国王的。瞎鸡巴乱挖，不要怪我。他们资源太多了。枪。不行啊。被均分了。哇，我没打到小雨啊！怎么了？啊！依照经济跟他们弄的，他们现在应该都是三四阶以上，而且可能不止一个附魔，所以很强。对啊。我看看哦，再拿个垫脚石。小雨来了，小雨来了！楼上！哎，发财树苗，可以吗？哎呦喂！啊是哦，好多垫脚石，赞哦！发苗。八秒，我在垫那个路过去，他们那个我的垫脚石，我塞到一楼去。哇，我身上是不是有见识啊？杨，你看我有见识吗？死掉看到是不一样啊。其实我刚刚有死掉，没有，对啊。你们要强三还是强四啊？要摔死。两把强三也不错。那先给你。你放箱子，我去想要隐形炸人。好的，因为现在其实跟他们斗弓箭，我们光一把弓也比较难的。对，他们只要以手势就好了。嗯，然后他的装备其实都是强势以上。小雨，有了，我们在他们虫这边有架那个，架高墙。刚刚附魔台满的，所以他们那个一定全部都满满饱饱的附魔。对。原来中间没有路可以回去哦，那我也只好。我很开心的想去拿八秒。哇，这个被炸到啦！可恶，隐形虫才五十秒而已。啊，又被 nerf 了。你 是被人家吃到啦？会不会是被吃到、啊？顶到。哦，哇 ，QQ 了。搞对，我太慢了吧？哦，降级了。没看到那个哪个？杰克吗？对啊。他是不是躲起来了？还是有天眼？我看到了，天眼吗？我来再用一次。我还有一个技能不到我哎、欸，我用天眼了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他。他不在最上面吗？不行啊，那个防炸你知道吗？炸了一下，三滴血。哇！啊，你是说进阶之后的附魔吗？防爆啊！现在的附魔很强啊。现在附魔可以全部打一起。我知道啊。但是楼上有一把强势。嗯，隔壁的。我来去尝试虫虫，虽然那个路好像被炸坏了。
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尝试那个啦，炸他，因为没有喂、欸，我已经炸很多次了。他的血真的是没什么在扣的、欸，真是打不死小强哎、欸嗯。因为 1.1、4.2，只要你优势，你那个装备太强。嗯，原来是这样。对啊。太痛了，这些人太夸张了。哇，剩那个玻璃柱最尴尬。哇，我们的虫虫剩玻璃柱，尴尬到炸裂。我们要弄弓箭，顶多只能牵制，没办法压制上面了。嗯，都已经弱势，不可能压制上面，只能用一些其他方法。不过我还是先帮你们叠，还是你们要先叠别的装备。我看看哦。我挖了一组箭甲石，我先爬上来，还是我先继续叠弓？就是光有弓也很难，哎、我们只能就是弓只是用来防守用的，现在要打回优势，就是要想办法杀国王之类的。嗯，那我先叠装备好了。好。这路怎么坑坑巴巴的？我完蛋了，底下迷路。有人自己迷路了。你有方块吗？我找到路的，方块都放在箱子里。我也回放方块。哦，他们是不是还在炸？嗯，这都上不去啊！有经验值。哇，我又犯了跟刚刚巧克力一样的错误。什么错误？50秒的隐形，超短的，巴西。可是我也有过去，可是你知道我一过去，他们就已经在警戒了。他让杰克一个人在那个上面，嗯，然后没有路可以上去，嗯。啊！我这根本来不及啊，八七二，我要再去领一瓶啊。没有，我还有钱，还有钱。阿娘我有，阿娘我有。哦，他们那边好可怕！我先把钱领出来。他们。哎、欸，哇！怎么又是你？啊、又是你！哇！哦，真的是哦。哇！超奢华。太神了，真的这个几率。我钱塞箱里了，宁可什么都没有，也要结婚，家破人亡。哎呦，我的楼梯怎么变这样？嗯，被炸过了，好难走、啊。前面有人。嗯、我要去当肉盾吗？哎呀，你这胖子！摔死！被嫌弃了。对啊，我们路直接被炸烂了。对啊，惨兮兮耶。我们都可以上去啊。等一下哦，我也没石头，我都没有，我要点石头上去。哦，这次有了，这次有了，好，我要过去了。啊，白痴，我现在发光哦，他们用那个哦，对啊，我就是在刚刚、哦、在防我啦。哦哦，烦哦，发光二，好烦呐、啊。29应该够电上，哎、欸，啊，还失明啊，变飞了的。哦真的啊！很凶的还捡，哎呦，这很过分！我脑挖石头，屁啦！完全没扣血啊！真的假的？还是要用无敌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是叠起来的，太厉害了吧！哇，超厉害的、欸！对啊，这真的很厉害，想无敌。嗯。你们觉得我先叠宝三还是宝四比较好？还是先宝三就好？先宝三吧。OK。打不到啦！打不到啦！哇！欸、国王在我这啦！国王在我这。被夹击了。这里是哪里呀、啊？北齐阿宝关起来。哎、嗯欸，我们家在哪？继续打，继续打，继续打。楼上要过来了。楼上要过来了，我先下来。装备差太多了。真的，这个没办法了。他们经济优势的关系。这个、欸、你撑一下，你撑一下。部分的钢电好啊，要爆炸掉。等到点三才有办法，就是他附魔不要那么强。嗯。音乐好烦。没有办法，一无所有。我们一无所有的人哎、欸，哇你哇，我看得出来你负180。一无所有。嗯，开伤。你看。他完全没在中毒啊！好夸张、哦！装备叠太强了。真的假的啊？可是应该还是会跑一下，还是会被。应该还是会中毒吧？
还是咆哮根本没中毒了？走他下面路、啊，我记得有啊，以前是有啊，以前是有。你看88人赶快领出来，不然又要没钱的。对啊，哎呦，都用那个去堵人，路有点。哎呦，再怎么样，应该也会扣血再补，可是他上面的血是没扣。最上面有个宝山的衣服，速度根本不走啊！哎、欸，一拳有了，哎、欸，不行啊，杰克扑一个好不好？砍完损血马上回血，对啊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用砍的应该没办法，只能用快速的。可是如果他用防炸的话，炸了也没用啊，刚炸了。要么就是大家都去围殴他。谁财神爷？啊！上我的歌，然后跳过。